好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教学呢，是最近非常火的一首歌《孤勇者》啊。咱们南舞团呢，也是自己原创了整首歌的这个舞蹈，然后供大家演出时候可以用啊。这里有不喊拍子的原因，是因为这首歌编舞呢，直接我就照着歌词的这个节奏去编的，所以就不给大家喊拍子了啊。这中文歌的歌词一般都是在八的时候就是歌词，然后就往后嵌套，所以咱们就不数拍子，直接在歌词里直接跟着讲就行了。一开始咱们先坐在地上啊，如果你要人多去配合的话，可以有站着有坐着的，就各种 pose 自己摆一下就行啊。这里我编的这个自己的这个位置来算啊，左腿弯右腿直，这么呆住了。一开始可以低着头，然后音乐一开始响的时候，不是慢慢的嗡嗡嗡嗡往上走吗？慢慢的抬起来，等第一个歌词兜的时候，把你的左手往上一甩，这样手可以稍微的好看一点，这么着甩完了放下，慢慢往下放，是勇敢的四下，是伸出去，勇扶到你的肘部，敢的这个手上一下再转圈回来啊，就是哒哒哒哒哒。之后他那个歌词啊，咱们也是跟着额头的时候把手，你额头的就是四个字啊，但是这个额头的时候就把手这么着甩大一点，放到你的额头上，然后后边两个词一个重音，正好往你右边甩头大大，往前甩头大大两下，就是根据歌词啊，哒滴哒哒哒哒哒哒，第三次哒哒的时候把两只脚缩回来，这样往里扣，这个左手不动啊，这么着支起来，往起一顶，这么着站起来。如果你这个动作做不了，比如小朋友什么要学的话，可以把这个动作改一下，到这儿直接把右腿往后撤，然后再站起来就可以了啊。能做的话直接做一个这种顶胯的站起来就行了。这个站起来不用保持重心的平衡，往前大看走两步，好，然后站回来正着站就行了。然后下一个动作跟那个歌词还是兜，不必隐藏的时候，兜的时候把两只手往前甩，手背朝前，兜，身体可以往右边压一点，兜，不必隐藏的时候，不必两下往外甩，不必隐藏，往右边，右手先做一个翅膀的样子，胃部胯。藏的时候往左边，不必隐藏，然后把你右腿跟过来，噔噔噔噔，然后后面还是那个节奏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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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歌词我不记得了啊，但是反正一翻手，这个手这儿歌词里有小丑这个意思啊，哎，不是小丑，这是木偶什么的，动，你噔噔你噔噔噔噔，跟你的音乐节奏两个是小臂串串串串。串串最后面具第三个，这个重音面具的时候，手挡住脸，把右腿分开，啪，这面具，面具，后面四个字，噔噔噔噔，这个手交叉，打开，只露出你的眼睛，痛，然后再往外掰一下，啪，身体往左边冲一点儿，动，啪，这个往左边是蹬蹬两下，这种感觉啊。这前面再说一下，这边跟前面那个节奏也是一样。噔，哒哒哒哒，哒哒哒哒哒哒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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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OK， 从开头到这儿啊，大概四个八拍，咱们尝试跟一下音乐。如果要是觉得这首舞编的很喜欢，然后想购买的话，扫描旁边的二维码就可以了，进我们淘宝官方店购买。